受伤最严重的一段戏，就是我在跑的前一秒，我还在想会不会摔一跤，结果拍的时候真的摔了一跤，就是这样。我是第一次拍那个民国戏，就是枪战，就是你们可能看的时候是哇很刺激，叭叭叭这样打，但其实它是很恐怖的，很危险，因为它是空包弹。就我们的距离很近，可能我旁边这里就有一把枪，我们在一起打敌人的时候，子弹壳超级烫，就崩到脸上和身上，火药就会喷到脸上。本身因为兴趣跟之前的拍摄的一些戏，其实我学过六种武术，那在这部戏里其实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。这部戏大概拍了有五六十场的打戏。当时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，对这场戏的期待值非常的高，提前健身了很久，然后来准备这场戏，包括武术指导对我的动作上面的这个要求也很严格，提前一周多就开始排练这些动作。季瑾这个人吧，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有趣，然后比较贫，然后比较热血吧。哎，你们这帮人啊，一有热闹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。我告诉你们，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要妄下结论。本来是商量好的，应该是在我跑过去之后爆炸，结果出现了一次小的失误，就是在我还没跑过去那个炸点之后，他就炸了。来，这个角色呢，是他皮的时候是真的皮，然后怂的时候是真的怂。顾彦之，你有病吗？谢良成呢？我哪知道？你真没有怕你是吧？你把手给我松开！对不起啊。证明你们的勇气，最残酷的训练。滚！快点，加油！我连续三下暴击，真是不行！你要给我打的我都这样子了，曲总。别了别急，重新重新重新你啊！要不咱试试啊？要不我重新重新你啊？那还是算了。哎，你别跑，马上要走，那就那算了。那咱就是。但如果有人让我感到不开心了，哇，很不好意思。来吧，行啊，来吧，五万场戏，就是他们，让我霸你们的。好嘞，来吧。